没成想，身娇体贵的李王爷竟然和我们一起栽种，还不是因为天女。原本这御花园种植了许多太后喜欢的花草，就这么付之一炬。太后之所以轻饶了天女，听闻是李王爷在太后面前许下诺言，七日之内必将这御花园恢复原貌。唉，也真是难为李王爷了，到处在宫外网罗奇花异草，昨夜把右手都摔伤了。把花给我。天女，我也来帮忙。此处怎会有打火石？是你们那晚点火用的吗？不是，我记得我们那天晚上用的是火折子，而且我们吃烧烤的地方是在那个位置啊。当晚火是从我们后方燃烧起来的。嗯，但此处怎会有打火石？莫非火烧御花园的另有其人？爱奇艺 Chiplex 是你帮我的地当的宅。